一，曲阜孔庙新出11技能镜台死法童子。昨日，曲阜孔庙一位玩家打成一只11技能镜台死亡法防童子，技能相当完美，甚至可以打上一本神马兽诀。2.80 超减13伤害戒指百万交易。近日，69级神兜偏爱团队的花果山老板以100万的价格买下了一个80级超级减13伤害戒指，目前全服也仅有两个80级超级减13伤害戒指，并且全部是防御主属性。三，雪无打成9技能出奇制胜须弥涂山瞳。昨日，雪无为直播间一位粉丝打成一只9技能出奇制胜涂山瞳宝宝，这只宝宝的法兹高达3023，非常恐怖。四，狗头打成两只11技出其不意须弥，来自一位粉丝的投稿。这位小伙伴在合出两只11技能的须弥出其不意胚子后，直接动手打输，最终两个宝宝全部打成，不缺任何主技能。五，扫地僧鉴定出130高伤无级别山。前天，扫地僧在直播时接到粉丝的军火鉴定资源，没想到一上手便鉴定出一把130级无级别扇子，这把扇子的出伤高达674点，15段后伤害可达800点，再放宝格可轻松卖到100,000元以上。六，阿海打成14技能静态化魂。近日，109神豪玩家农大奶来到主播阿海直播间，提供了一波宝宝打出资源，而阿海也不负所托，手起刀落般打成一只14技能静态化魂。蒙大奶也表示，这只宝宝未来必会打上神马合力劈兽诀。